报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小鱼，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。向二号路段逃逸，追！徐总，哎，快快快！他们又追上来了，余少，快！放心吧。我让你快一点儿，快开，快追上来了。男人之间的秘密，女人就别打听了。你，都让开！想死？什么人啊？这么大的口气！张少廷。复兴社副科长曾九雅执行公务，请康少帅配合。哦，我奉军部命令，追拿共产党，没有通行证，一律不准通过。当我追击逃犯，康少帅可要三思而后行了。你在指挥我？兄弟们，都看紧了啊！是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云哥，车藏好了。车藏好了，你们没找到住宿吗？姚真现在盘查比较紧，住宿需要户籍证明。我们见形势不对，就撤了出来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将就一下吧。前面那个教堂已经荒废了很久，应该没有什么人来。现在时机比较紧张，
我们就先凑合在这儿吧。嗯，走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没什么，我送你一个礼物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礼物呢，我可以接受，不过刚才的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送你礼物，就是单纯的想要送你礼物，并不想让你原谅我什么。这还差吗？别想太多了，明天还要出任务呢。专家已经辨认出来了，那幅画画的是姚振。科长，我正派特工赶往姚振。太好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好久没有活动了，既然这么热闹，我一定得去看看。皮宗，去备车，动作快点。是。马科长，不对吧？您不是说这件事情由我全权负责吗？哎呀，九雅，你看，你误会了吧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而且我算了算时间，杨二该发解药了。如果此时你我都不在的话，他会起疑心的。哎，现在呀，咱们一定以大局为重。科长，我就是个小女人啊，大局跟我有关系吗？放心吧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绝不会过河拆桥。是吗？那就希望马科长能遵守诺言了。何所独无芳草兮，而何皇姑姑也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I know， 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芳草和鲜花，为什么要眷恋故居的？故居。在街上逛着，每个地方只做短暂的停留。无目标的行走就是最好的反跟踪。这个薛云进学得不错呀。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落脚点，很被动。跟紧了怕暴露，远了又怕跟丢。让所有的特工往后撤，宁可跟丢也不能暴露。只要是知道藏金在姚镇，他们想转移，没这么轻松。是，等等，曾九雅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？曾副科长刚出了宾馆，有些
神神秘秘。去吧。各位先祖，请保佑我们找到藏经。等一下，方环之难周邪，哪里有圆孔能插上方柄？子刚，钥匙。好。在不在上面？嗯，在这儿。第四十五式。应该是用了隐形药水，只是暂时没有查验的方式。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回去再说。嗯，放回原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鱼，把书给我，我们赶快走。走。那是谁？应该不是我们的人干的。看来一定有外部势力在介入。去复查。是。
好久不见了，最近怎么样？是杨先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好玩的事儿我能不来吗？既然杨先生把曾经的事情交给了我，就应该给我点自主权呐。现在薛云进目的不明。 我还没得到准确的消息，所以不能贸然的通知你。但是你突然这么一插手，让我觉得十分的被动。马威龙先生，我太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了。我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要告诉你。 怎么是英文？英文呢？我在行。那你倒是说呀。拉，拉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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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
上了。这个单词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们要找的藏经就在身边？要不要喝一杯？今天这么主动，是不是有所求？我要是不主动一点，你怎么会给我解药啊？越来越聪明了。那你还不赶快给我啊？
着什么急啊？你乖乖的，千万不要再拿回来，他们给绿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你的女。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？啊？是被段思琪害死的。怎么了？你太幼稚了。你爹平时的身体很不错的。就算一时气血攻心，也不至于死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杜医师，退婚的前一天，你爹是不是感冒了？你还请了个郎中，给他开了些药。你爹不是被气死的，是被马怀龙派人下药给害死的。你骗我！他为什么要害我爹？因为他发现段杜两家想以结婚为掩饰而逃跑，就故意设了这个局，诱导你去大闹婚礼现场，从而破坏了段杜两家的计划。不可能，那要是我没去呢？以你要强的性格，你会不去吗？他可是个玩弄人心的高手。我说这些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千万不要相信马回龙。当其次。不可悲，可悲的是赌上了一辈子，最后却被沦为笑柄。困了，我去睡了。一种是白色的，只能暂时的抑制毒瘾；另外一种，黄色的药片，才能彻底解毒。他可是个玩弄人心的高手。马慧龙，我是不会给你真的解药的。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我，一定是有好消息了吧？科长不怪我给杨二通风报信吗？过程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。我相信你，有足够的理由。马科长。这该做的我可都做了。你真的得手了。放心，你的那份一点都不会少。
哎，马科长，你说这人的命运可真奇特啊！当年要不是我爹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又怎么会落得今天的下场？你爹怎么会死得不明不白呢？不是段思琪给气死的吗？被他气死还不算不明不白吗？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了？没什么，一时感触吧。马科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如果杨二醒了发现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早点回去吧，你的气色特别的不好，好好休息。祠堂夺到的，上面有几个英文字母，我觉得跟苍井有关系，来铺译一下。 UR CH 可以说是人名，也可以说是标签。如果加个 LUR CH 是倾斜，又是挫败。总而言之啊，有各种各样的组合。从这张纸的质地来看，应该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。杨先生，这样好不好？把你手下的具体负责行动的负责人叫来，让我问问当时的情况。不可能。我只要结果。我可以破译，但是我有条件。说。这件事儿让我复兴社全权负责，你把你所有的人撤出药镇，兴许
还可能成功。我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做，但是你别跟我耍花招。大家都休息会儿吧，找半天什么都没找到，要命了，找遍了什么也没找到。累不累啊？只要有你陪在身边，我都不觉得累。傻丫头，脸都弄脏了，要不然回去休息会儿。那我就在你手心里躺一会儿。我会永远拖着你的。小鱼，我帮你擦。你擦就擦呗，你脸红什么呀？我没有。那你擦吧，帮我擦干净一点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神职人员以外的人都不能走上去。大家先别激动了，
我们现在得迅速的将这些金子转移起来。可是这么多金子，如果全部转运出去的话，需要费很长时间。姚镇本来就不大，他们挨家挨户的排查，不到24个小时就能找到这里。那怎么办？我出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们在这里把金子装车，如果装不完的就埋起来，下次再来取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科长，徐银静和段思琪出现了，他们在打听夏家老宅。夏家老宅，这么说，藏金是在夏家老宅？夏家老宅现在什么情况？九雅，九雅，调查地形应该由你负责呀。夏家老宅几年前在一次大火中就变成废墟了。变成废墟了。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。坐吧。你从来没陪我逛过街，今天算是补偿吗？这么简单就算补偿，那我也太小气了吧。我挺知足的。思琪。嗯。下雨了，姚镇。有教堂吗？镇北倒是有一个，但是已经荒废了很多年。现在，薛云静和段思琪在干什么？他们好像走累了。徐东，马上带人去那个废弃的教堂。是。九雅，守王。把段思琪和薛云静给我抓了。是。真想一直这样陪你下去啊。我们走吧。我们走不了了。Thank you.
欠我的命就以身相许吧。还你两条命。